跟住我要介绍我的朋友南葵妈妈的预考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给多些掌声好吗？接下来呢要表演的是这个拿手的钢琴。那这个钢琴呢，今天弹的跟昨天的有一些东西又不一样，因为我每天都要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贝多利掌声好不好？犀唔犀利啊？幾好啊！接下來帶來這首歌曲《安靜》。